看这个小白兔，我等着你。这个人好奇怪，他写在最下面，然后字又写那么小，也没签名。他要给谁看啊？反正月老看到就好。也是啦。这个是什么？嗯？哎哎呦，不对不对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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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东西？那个，这个好像是一首歌的歌词哎。啊，什么歌名好像叫那个什么我们要在一起。他既然要在一起，干嘛不写名字？他可能不想让人家知道他们在一起。可是你看这字迹会不会有点眼熟啊？该不会是学文班长写的吧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你看学文班长当初帮我们改大兵手记，我记得他自己不是这个样子。可是你看这边没有学文班长的签名哎，该不会还没有放弃抖音啊？可能在忙吧，我不知道。走吧，我们差不多回店里了啦，剩下光鑫跟玉轩他们两个，我有点担心。嗯，啊，出门。这有没有咖啡？帮我冲一下。好，那个。你好，你们咖啡来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三位，这边请。来。郑光鑫。嗯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来，你好，参考一下我们菜单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放心啦。都是你膝盖还好吧？我。嗯。没事啦。三杯拿铁，然后三份甜点。好，那您稍等一下，一会儿。哎，郑博士，嗯，那一桌要三杯热拿铁，然后两个波士顿派，一个提拉米苏。好的，哦，我就给你。老板了，好，吃喽。喂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三位。三位，这边请。你好，参考一下我们菜单，然后我们今天有优惠，下午茶加咖啡是150元，另外每个人低消是100元，对。3人点2份套餐。这样没有办法，因为有一个人没有达到低消，店里面规定的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吗？啊，因为他们说他们三个人，但是点了2份套餐，这样应该就可以，但我跟他们说应该不行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去帮我收据啊，送餐我来点。好，嗯，那你们慢慢看。嗯，点着呢，他跳了。你好，先帮你上一下热拿铁。那甜点稍等一下啊，好，谢谢。我点的是拿铁，这是牛奶耶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帮你确认一下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庄心，嗯，跟你说，你这杯做错了。做错，他说他点的是拿铁，这好像是牛奶啊。我忘记加 espresso 了。你哦。哎，你干嘛倒掉？你不是要重做？不是啊，我忘记叫人把它加进去就好了。你这样倒掉不是很浪费？下次了。哦。哦。哦。不好意思。哎，我来收，我来收，我来收，你去忙，去忙。抱歉，抱歉。不会，不会，不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需要些什么？稍等我一下哦。哎，先生，可以请你帮我拍张照吗？好啊。不是你，是他。停停，叫你拍照，可以啊。来，帮我一下。好，是合照。合照。那小姐进来一点。哦，不是，是我跟你的合照。跟我？嗯，可以吗？哦，好。啊。喂。嗯呢。要不要干脆帮国良用一个人形立牌算了？我有比他差吗？我也要弄一个。你？开玩笑的啦。我好笑。
先生，可以跟你拍一张合照吗？客人的拿铁你做好了吗？对啊，忘记哦，对，一直聊天。来，轩轩喂牛奶跟点心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想不到当店长挺不容易的，真的，光我们忙着团团转，真的好累哦。嗯，啊对了，我等一下画好图之后，你可以帮一个忙吗？什么、啊？我想要写一封信，啊，我念一句，你帮我写一句。嗯，你是要写给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啊。你是要追女孩子哦？哇，你真的很奇怪哦，自己要追女生，自己不会写，还要我帮你写？我是要写给苏静的，我想以三成的名义来写。但是呢，我怕苏静发现我的字体，所以我想请你帮这个忙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可以帮这个忙了吧？可以，谢谢。可是你为什么不直接打字啊？你打字的话不会被认出字迹，还可以直接 mail 给苏静。打字比较不是三藤的作风，可是打字可以省略掉很多麻烦哦。嗯，是吧？谢谢。李小姐您好，经由郑光新先生转达贵公司欲采访山藤之心意，几经考虑，我仍没有办法采访的打算，烦请见谅。不过如果贵公司不介意，您可以把访稿给我，我以书面的方式回答问题，另外再提供一些照片给您。以上。好了，你怎么不留山藤的名字啊？我想把它列印出来啊，用签名的，这样才能证明我是山藤。啊。这些事情终于解决了，这样苏静可以跟佳姐交代，三藤也不会曝光。嗯，不过我跟你说，越不想曝光的人，大家越想知道他的长相。只要你可以帮我保密，我相信应该没有人知道。那你是不会曝光的。谢谢。不会。来了，你那么专心在干嘛？泡咖啡啊。泡咖啡？你每次跟我泡咖啡？哎，先不要说那么多，等一下。对吧？这是我调的黄金比例。我喝喝看。嗯。怎么样？这咖啡好喝哎。Yes。Yes。你干嘛？好喝吧？开心啊！可你身体不协调哎。怎样？开心就好啦，管他协不协调，你跟我一起跳了，来了。对，这有哪有人喝咖啡喝成这样的？就我啊！我跟你讲，来，你手给我，你看，你有没有心跳特别快？你干嘛？你老牌？不是啦，因为我刚才咖啡喝太多，心悸。你好浪漫哦！开玩笑的啦。
其实可以跑个六千或是看两场电影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干嘛不带钥匙啊，班长？哎，周王星。哎，外道出境。出境，这边啊。哎。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会更漂亮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而且漂不漂亮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做的，独一无二，意义不一样嘛。是没错啦，但是身为时尚杂志总编，我还是有点过不去。你还笑得出来？笑你很可爱啊，不然我们下次再去做一个嘛。也是。啊，对啊，你义卖的东西准备怎么样？差不多啦。不好意思，没有办法陪你去，不过我有请杨晴跟志强多帮帮你。不会啦，我知道你临时要回部队啊，而且除了杨晴跟志强，我还有17连的大家。对吼，我都忘了，你现在跟他们比我还熟啊。那当然。17连我不担心啦，因为之前我对他们很好，应该是不会说我坏话。你确定？嗯，确定。嗯。给我采访了，所以你可以接受这种访问的方式啊？当然啦、啊，那这样子我再把访问稿给你，再麻烦你帮我转交给三藤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太好了，石青。啊对了，啊班长不在啊？他说他跟别人约吃饭。嗯，这是他签名哎。对啊。下班晚了点，啊，你点了吗？没关系，不急啊，我还约了一个人呢、啊。光兴啊。光兴他现在可能在忙他咖啡店的事情呢、啊，我临时上来的，待会还要赶回屏东呢，所以我就没有约光兴了、啊。爸，你约谁啊？哎，这边。哎，学长，原是你。不好意思，迟了一下。那爸爸，走了，那我们先点餐吧。啊，我点过了，你们点吧。啊，谢谢爸。好。哎，来，这是你这次代班一个月的薪水，叫你领，居然不领。为了这笔钱，我特别上来台北一趟。他爸爸，你的朋友刚生小孩，而且请假没有薪水，他很需要钱，这个还是留给他吧，没关系。那怎么行呢？一码归一码啊、哦！我那小老弟因为你的帮忙啊、哦，那感谢都来不及了。这代班的薪水怎么可以不拿呢？而且啊、哦，他还特别说呢，说你在上班工作的表现非常好，他们都问啊，你是不是愿意到他们公司上班、啊？潘爸爸，很谢谢饮料公司对我的肯定。不过我已经报名了厨艺课程，接下来我想要当一名厨师，所以这个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没关系，真的，你都这么说，那 我只有祝福你学艺有成了、啊，谢谢。哎，快点吧，我帮你把沙拉拌一拌。哦，爸，你自己也吃啊。我点的这些啊，都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，披萨、汉堡、薯条什么的。来，吃。潘爸爸好贴心哦，是好男人的表率。爸，你早上吃了。我听说啊，你最近在爱情公寓里面谈恋爱是吧？
爸，你是听光兴在那边胡说八道吧？没有啦，他是胡说八道了。他跟我说，你在里面认识一个叫阿姨的。哎，你到底是喜欢他，还是你们两个彼此互相喜欢呢？爸，你不要听光兴那边乱讲啦。而且人家不叫阿姨，人家叫英文名的 R E。人家现在人在加拿大，不管他叫阿姨还是阿哥啦，反正你有喜欢的人哦，记得带回来给爸爸认识认识啊。哎呦，好了爸，你吃饭不要讲这个啦，你赶快吃这个我点的，吃看好不好吃？好好好，去吧。哎，你赶快吃，好，多吃一点啊。有有有，来，谢谢潘爸爸。爸，你点好多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回家喽。哦，终于回家了。哦，一整天踩高跟鞋，脚真的好酸啊！是啊，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啊！布鲁尼战士，布鲁尼战士，来来来！小腿好痛啊！痛痛，哦，不痛不痛。好贴心哦，秋体。当然。走了啊。布鲁尼战士。啊，你叫我吗？都是辛苦了，我现在命令你上。Yes, sir, 总裁。那我真的要走了。啊，晚安。我真的要走了。好，你走。拜。哎哎哎！乔又廷，你真的很碍眼哎！我是配合你，你刚刚没有抓好，差点跌倒。哎哎哎哎！我天地良心，真心真意，我绝对没有在演。好不好？而且是你刚刚冲太快了。你真的没有在意？我真心的，你绝不在意。那我真的走了。走。吐。晚安。神经病。没答案，没答案，难道是？答案，你答案，难道是他？哎呦，心情这么好啊，幸福还唱歌哦！开玩笑，最近爱情事业两得意，而且雅思最近的工作跟 case 也渐渐稳定。再来呢，我们的网络直播要再加把劲。但话说老高啊，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，要有个方向，要有抱负。你总不能一直窝在咖啡厅做自己的事情，你都忘记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是网购事业。徒弟不敢忘，敢问西府最近有什么新产品呢？有，最近想一个方案，只是想要把就是一些商品改变成自己的产品，像玉轩手做的这个干燥花，然后自己弄个工作室，然后自己设计，然后这样推销，这样才赚得多。好啊，我帮你问看看玉轩想不想跟你合作网购。这倒是不用了，这反倒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必须给我从实招来啊！什么事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喜欢玉轩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必须给我从实招来啊！什么事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喜欢玉轩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，你不要乱讲啊！可是你一脸就是藏不住你春心荡漾的感觉。你会不会聊天？好了，我只是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喜欢人家，你就不要骑脚踏车载人家。万一一个不小心把人家的脸弄破相，你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，你懂不懂？我们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互相帮忙而已啊，没有你想那么严重啦。就是没那么复杂，我就看得出来你喜欢他嘛。哦，走开，我去洗澡，不想跟你聊天了。走开了。没答案，没答案，真相在哪？哎，这是你偶像的歌，你还打我？我的爱，我的爱，真相在哪？
你说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啊？啊？爸，现在的我不急着有家庭，过去的我生活在部队这个大家庭中，现在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空间，可以让我去尝试新的人生生活。哎，嗯，你看看你，以前你要说这些话被你妈听到，一定要把你念一顿，然后马上安排一场相亲了。也对吼，而且他会直接把我抓走。女儿啊，爸爸是不希望你蹉跎人生的、啊。那爸，你什么时候要搬上来台北跟我一起住啊？我还想问你什么时候搬回屏东呢？你。哎呦呦，我这叫做先下手为强，先讲先赢。你老爸的好朋友啊，老朋友全部都来屏东，我暂时不考虑这个。我知道啊。但我想说，我现在在台北工作，开始稳定下来了。你可以搬上来台北跟我住，我也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陪陪你嘛。我的乖女儿啊，你有时间啊，就去挥洒你的人生，哦。爸爸只希望能够知道你好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会好好的，但爸你也要好好的哦。我会好好的。好啦，哎，不过我不想让你那么早就抱孙子。哎，我可不觉得早啊，只是啊，我想先知道我这个女婿啊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好念猴急。我怎么是讲爸爸猴急啊？我又不姓猴。慢慢来啦，有缘嘛。这是怎么慢啊？几年了？太紧了呀！哦，我想说，我怎么都拨不紧了啊！还是谢谢你帮我搬。没关系，阿迪自己这个伤口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他老师你在干嘛？哎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月老留言板真的有人这样写，人写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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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知道哎呦几点，也不知道求什么，也没在写，哎不写自己的名字，我觉得搞不好是在恶作剧。哪有恶作剧？那是因为不想让我妈妈知道，好不好？哦，是你？不是我啦，是我们家邱又廷写的，这样子就没有人知道是我们啦。喂，这跑就贼而已。都几点啦、啊？还在那边聊天，精神那么好。Dora，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呢，很多正事，就像是义卖啊，义卖这事这该重要了吧？总是要热闹一点嘛。我们的送牌羊排要来，要是场面太过于冷清，到时候羊排就很事情多。你们就是我带出来的兵吗？好了，那你们有讨论出什么？我们刚刚在讨论月老留言板。留言板？嗯，留言板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就是赵雅珍、邱婷啊，他们不想让雅珍妈妈知道，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些没有串什么暗号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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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哎呦哎呦哎呦，不想让妈妈知道。哎呦，赵雅珍不行啊，你还是要找时间好好跟妈妈说一下你跟佑婷交往的事。好啦，我要找时间跟妈妈讲。啊，你在德啊？我的梦中情人到底是谁写的？难道你就不怕月老真的把你跟他配对在一起吗？素娥，你把留言板讲得很像死亡笔记本哎。那是因为他的对象是……我没你那么无聊好不好，月素娥？说不定别人也有梦中情人啊。哦，不可能！我跟你讲，会用这么鬼鬼祟祟的行为，就只有马大房了。要不是他不在，我就帮你逼问。月素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们都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你这样搞得会很尴尬。朵拉姐，你有感情困扰，我可以帮你看星座、算塔罗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哦，他有感情啊，困扰他很久了。哪有什么没有感情困扰啦？我跟你说，这四年来呢，我们德尔的感情可说是风风雨雨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们单纯的朵拉喜欢上了他的学长，那个正直又刚毅的学长，结果人家心有所属，朵拉就拒绝了。我们喝这么多咖啡，晚上还睡得着吗？我可以哄你睡觉啊。
我才不用你哄，我可是三秒入睡的。嗯。还是我回去睡，这样你是不是比较好睡？没有，不是这个原因，我只是没事啊。你有数羊吗？有，我都数到3200多只。还是我念视频信条给你听？我不用。还是我去跑个6000或12000？你跑完，你精神会更好。要不然我们去研究咖啡。明天还要开会，你是老板，你当然没有关系啊。我若迟到会被 fire。嗯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把你公司买下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当老板娘了。嗯。哦，早。嗯。我陪你聊天，我们边聊边睡好不好？没关系，赶快睡，明天还要开会。小心熬夜会变笨哦，晚安。叶顿，你干嘛？没有啊。嗯，怪怪的。哪有？那没有，你通常这时间没有在房间尬聊，一个人在那边传讯息，就有一种状况。什么状况？你恋爱的，你不要把你很欢乐的模式套在我身上。不是啊，你就是一脸不知道在想着谁啊。真的有？谁啦？我认识吗？想着谁啊？真的有？谁啦？我认识吗？李国强，范子安。哦，谁啦？你就直接讲啊。叶静才。他谁啊？我阿爸啦，我是跟我阿爸传讯息，是不是？你很奇怪啊，你是不会早点讲啊？装什么神秘啦？好啦，你慢传啦，我要去洗澡啦。哦，好。阿爸，有啦，我吃饱、睡饱啦，免烦恼啦，过得真好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那个月老原版反应很好呢。嘿呀、啊，好啦，安迪安尼啊，好，拜拜。我要我们在一起，又挺雅致。明明是姐姐，明明
是你。换你手，我听你的 ，Thank you。OK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们要不要再一起？太难了。张老师，我给你两分钟做二十几了啊。哎，奇怪了，那马大哥怎么没有出来上场？哦，他昨天好像没有回来哎。上次马大哥跟我们讲他去南部，结果我们在家里练团，没想到这次不会跟我们讲他的行程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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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妈妈已经上来台北了。哇，这么突然？对啊，妈妈说家里的农药已经喷好，她就想说，哦，好吧，那就上来看看咯。完了完了，这个不行。要保持距离，要保持距离，我们绝对要保持距离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两个事情还没跟大三妈说？你妈还不知道。这个就需要好好规划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出门，好不好？那你们两个自己好好规划一下。再见。拜拜。啊，走干嘛？急什么了？我们又不用喷农药。哎呦，拜拜。拜拜。他们两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再跟你说，哦对，我们今天不要一起骑脚踏车喽。可是我的脚还在痛哎，我怕我走路的话太浪费时间了。我可以陪你慢慢走啊，叶叔那个脚踏车那么小台，你不要跌倒破相怎么办？你负责就好啊。我负什么责？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是说你负责不跌倒就好。好，我尽量。还是我们今天换台车。好啊。带来吧。走了。好，出发。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。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大嫂，马来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呢。不会啦，车在那边，哎，这我帮你搬哈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麻烦一下，很重哦。不会啦，来。大嫂，你好久一段时间了，没有上来台北，我们先去逛逛，再去公庙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那我先上安全带。好。好了哈。等一下好了，好，可以了。OK。可以了。走喽。好。你们好。好好。你们好。好好，大嫂，来这里跟王爷拜一下。哦，好。你在这边很红哎，刚刚那么多人跟你打招呼。没有啦，大嫂，我就在这里服务啊，当然看到的人都很多，都认识我啦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哦。那个是月老神印留言板呐、啊，有很多上海信徒要感谢那个月老，都会在上面留言。嗯，很多这个年轻男女哦，都会写他们的感想哎，就像那个许愿池一样啊，很灵验哎，很灵验哦。对啊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啊？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谢谢月老让我们相遇。这年轻人的留言都很活泼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签名。哦，哦，怎么会是他们啊？又廷香跟我的雅致在一起哦。
那是什么？啊？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谢谢月老让我们相遇。这年轻人的留言都很活泼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签名。哦哦，怎么会是他们啊？这雅芝跟佑廷。对啊，佑廷现在跟我的雅芝在一起哦。大嫂，这我也不好说啊。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吧，有他们的世界啊。来来来，先喝水。秋婷，你好贴心啊。当然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妆都花了，待会去补一下。我们很丑吗？不会，在我眼里你都是最美，好不好？乖，去补。谢谢。嗯。哎，雅芝，等一下，雅芝。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电话，我妈打来的。妈妈。对啊，你妈打来的。妈妈，她找我什么事啊？是啊。喂，妈妈，怎么了吗？妈妈现在在公庙，你在哪里？妈妈，我现在在工作，我现在走不开耶。你有什么事情在电话里面跟我讲就好了。我跟你说了，那你工作完毕就过来哈，妈妈在公庙这边等你。好的，妈妈，拜拜。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知道哎，妈妈说她在宫庙等我。他们应该在路上，很快就到了。嗯，先等一下啊。哎呀，叔叔好。妈妈，叔叔，你们来了。哎，雅芝，来妈妈这边坐。给你坐。你妈怎么了？嗯，妈妈问你了，那个月老神印上面的那个签名是你跟邱又廷一起写的吗？之前妈妈想你跟又廷是同袍吗？一起上来工作，互相扶持，就请又廷照顾你，怎么照顾照顾就变成在交往了？妈妈她有照顾我啊，她现在是我的经纪人。经纪人？佑廷不是在卖车吗？可是她后来想说她可以帮我。所以你上来台北就是来台北玩的？我没有在玩。大嫂，算了啦，爱情是勉强不来的啊，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嘛。这不能勉强的嘛，所以本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我比你早几天知道而已啊。你不是说年轻人就自由发展吗？啊，他们已经发展成这样子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话是这样讲，可是傻姑六，雅芝，傻姑六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大嫂。要怪就怪我们那个傻姑娘，她就是这样子的死个性嘛，没关系啦。可是我一想到傻姑娘等雅芝等了20多年了，哎，还是我打个电话跟她说对不起啊。不用，她最近很忙，她忙她的那个 APP 哦，写那个设计哦，哦那个程式就很复杂，对，她很忙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找她好了。雅芝，你如果要跟别人交往的话，你早点跟妈妈说啊，我就可以早点跟你损叔叔还有傻姑六说啊。你看，这样我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呢。妈妈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以前什么事情都会跟妈妈说，可是你上来台北之后，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说。我知道你已经长大了，可是你这样做，妈妈会很伤心啊。妈妈，你不要伤心，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这件事，真的啦。
可能是我一直帮你当小孩子，忘记你已经可以独立了啦。好了好了，你快乐高兴，没有事情就好了啦。我等一下就回屏东去了。为什么？你要大嫂，阿姨，妈，你要去哪里？到底是哪个缺的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上去？啊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妈妈好像对我真的很失望，秋丁怎么办啦？我觉得妈是一时没办法接受啦，也不是失望。可是妈妈很少这个样子啊，所以我很怕啊。哎，不用担心啦，哎呀，啊，好几次被魂斗，不要让我抓到是谁写。哎，我知道，告诉他。何止告诉他，我还想要知道他是用哪一只手写。不行啊，秋玲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好好的谢谢他，他对我把话都说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以前都不敢说啊，阿慈叫他都帮我说了，也好。妈妈都生气了。哎呀，这有办法解决的啦，好不好？不用担心，回家。啊？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。哎，怎么摔成这样子？小仙姑，啊，脚踏车怎么样了啦？我说我脚踏车摔坏了啦。坏了就拿去修就好啦。这两个真的是很调皮，要留言也要跟我讲一下，这样子我就可以 cover 他们啊。叔叔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就是雅思他妈妈啦，他来的时候看到这个雅思跟佑廷所留的言，他说我们都在瞒他，很生气的就回屏东了呢。雅思妈妈生气了？是啊。不过小仙姑，这不干你的事啊。我会跟那个傻锅刘去屏东啊，好好的跟他解释。哦，他生气又难过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第二两个人昨天在家不睡觉，真忙啊！小心你的龙体啊！那如果这个月老这么灵，你干嘛不把你的事情写上去？我，那我帮你写。你要写什么啦？阿姨啊，这两个我的脾气怎么有一点像啊？差不多就这些了。我沈竹伟哦，捐十万，10万块。上次我传那个，我知道有照片的要钱，我知道。你小声一点行不行？你小声一点，现在嗨什么了？要钱要。那总是1900块哦。谁获胜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耶稣而生生的一个文章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了。关系
早就渐行渐远，那个拥抱太浅。